F，MICENDDSANDREVISED，这游戏都大写，更新资讯。文字属性。游戏名完成。我这也太大了吧。好，我先去尿尿，待会回来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洗脸。再等我一下下。来了，好多事情哦。A N D 多一个 D， 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等一下、哦。属性，嗯哼哼哼哼，完成。好了，这款游戏是今天下午开台。哎、欸，左边这样。今天下午讲的这款是也是买很久的游戏。啊，是怎样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觉得很好，很可爱。就买了，哎、欸，不是中文吗？我重开游戏看看，还是它只有设定是中文而已，
其他都是英文。这样我要退款喽，我就啊，我退不了款，就买了3个月了吧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傻眼呢、欸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英文？好啦，撤了，惨了。如果真的是英文，我们就换回空岛。哦，还好啊，小老鼠们呐、啊，兄弟姐妹们呐、啊，请听我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沙漠之王开张，他那些丑恶的血盆大口，将我们的沙船、我们的家变成一堆废铁。我们找回了足够的零件，终于重新建起了沙船。不过我们已经太老了，无法再次探索这片沙漠了。少年们啊，猫头小子们啊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你们要共同努力，接过寻找，黄金箱的重任。沙船太小，不足以让我们一生。哎，这被挡到了，阿弥豆子，你拜拜。换游戏，然后就这个还现在还有特价，想说在3号前开开看呐、啊，有人要玩的话就买来玩啊。登上我们沙船，到沙漠里探索一番吧。呜，什么情况？没有引擎的话就无法开启沙船。你需要找到一台引擎来驱动沙船，另外还要需要建造，是吗？建什么那个才能到达目的地？我记得附近有一个叫做引擎地呀、啊，得到一些铁皮、铁管、螺丝和铁、钢铁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堆破铜烂铁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寻找。在寻找引擎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利用刚才找到的材料，直接来个仓库，很简单。你需要知道就是。哦，靠！使用 Tab 钮，在选单中操纵鼠标。Tab 是这个，好，仓库。然后嘞，这里。不过看上去二楼还有一些散落物品，我们需要梯子，快，马上接到梯子。梯子。你看，我就喜欢玩这种很白痴的游戏，放置类型。加速，梯子建造完成，现在老子们可以在楼梯上直接他们。翻箱倒柜，哦，这里还有很多家具。这些东西可以用的最好是找在某种。得到一张床，你可以用它来建造睡眠舱，给老鼠们休息的地方。既然你已经建好梯子，干脆在这个建到二楼房间吧，和之前一样。好。不够啊，哦，这个啊，这是剑桥吧？不知道我说那个字啊，我不能挑位置哦。就喜欢玩一些怪怪的游戏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老鼠们会使用分贝，就是那种，只要多建造一些睡眠舱，老鼠的数量就会自动增加在沙床上建造更多新型。新类型的房间就可以启动更多功能，例如提高杀虫速度、生产物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功能。啊，原来在这里，什么引擎吗？现在用刚才介绍的建造一个引擎室。引擎室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等下再用。不要乱玩！Hello，这个追随的位置我想改，那就这里吧。
建造越多，移动速度越快。你现在要需要建造一个桥，建桥就可以选择目的地了。建桥并不需要任何物品，和之前一样。啊，刚刚不是需要骗我？安安呢？打开地图，选择你想要前往的据点，按下 Enter 键就可以选择你的下一个目的地。看来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出发前再提醒你一次，你需要学习如何操纵引擎才能打开闸门。选择引擎室，然后点着引擎上的旅程，启动引擎后再进桥就可以学你出发吧。引擎室，然后启动引擎，任务吗？添加任务？不对不对不对，怎么用怎么用？嘿，引擎发动，引擎确定是好了，然后目的地这样子吗？Enter 是，试试看啊！游戏买来就是要玩啊，不然买来要干嘛？在告别前，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最后的礼物，要对大家保密哦。这份分别的礼物是一枚看上去非常昂贵的黄金怀表，它可以个十百千万一万块。为了生存，你必须收集沙漠里找到的一切宝藏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那就有可能到最终神秘的黄金乡。传说中东方那片黄金之地，我们耗尽一切寻找的地方，说不定你能最后找到它。从我们的始祖起，祖辈起，无数老鼠一族踏上了向东方的旅程。不过无数的失败，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记得，绝对不要在沙漠中逗留。如果你停下了脚步，沙漠之王就会啃。一旦他察觉到你的存在，就会不顾一切杀掉你。如果不希望再度失去自己的沙床，那么我建议你永远不要耗尽燃料。如果你的沙床耗尽燃料，你会被困在沙漠中间，这样就变成沙尘王了。啊，朗读游戏哦，我要喝一下水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刚注意到，等一下哦，我注意到上面竟然有血量，啥回？燃料是什么？任务。好的，反正我们就先走了嘛。这些拖的那些东西，同样有用的物品，找啊，怎么找？啊，这怎么拿？取得一大堆低级废品，沙漠中世上各种低级废品，你也可以收集起来卖钱。没有钱就无法采购食物和燃料，那么就等于会关在上面，等于等死。出售废铜烂铁是收入在这边上就容易秒，但是我们有办法从这些破铜烂铁中盈利。人生不光只有捡垃圾这条路，眼下收集一些废品吧。会自己收吗？我会耶。安安呢？收集到相当数量的废品。废品是一种有趣的东西，废品本身一文不值，但是其中有能珍贵的零件。如果建造一个工作台，就可以从废品中……哦，工作台，它建在哪里？这里。
工作台，添加任务，执行。拆卸螺丝钉，不是吧？我不是要拆这个吧？等一下。消四，添加任务，哎，不是啊，我要怎么？这是拆掉我的铁皮吧？啊，我要怎么？等一下哦。添加任务，拆卸铁矿制造。哎、欸，他任务现在要干嘛？低级废品，取出四。然后嘞，要放回去了。我不会，怎么办？添加任务。有点难，等我一下哦。他是要怎么拆？保留物品，任何物品，添加任务。哦，产生目标、哦，我看一下哦，执行，该试试看。啊呢？看一下哦，我们铁皮现在是零个吧？有这么久、哦，加速！等一下哦，哎，是哎，所以要拆这个，执行添加任务，执行，好，放这。对啊，要拆，他翻译没翻译好啊。我们发现的是星球上最偏僻的一座加油站——冬季补给站。这里是沙漠中许多据点的一个，你可以在这里购买物品，比如燃料、食物，而且价格十分公道。当你抵达据点时，只用 Tab 按下右下角的哦什么鬼东西，然后可以购买或出售物品，补给燃料。嘿，猫咪，你就是你，沙船上那个据点人叫我们。记得接委托、哦，然后嘞，靠 ，QU， 这个是任务，交付一个铁管，接受，是。接受，是。然后，F 燃料 ，M 市场。传闻，选择看看吧。F 燃料，
填满，没有钱啊。好，传闻哦 ，M 市场好。真的要卖掉吗？哎、欸，贩卖，传闻。我怎么还任务啊？交付。交付，然后燃料填满3块钱购买。哎，好，买好了。什么？浪费钱？打听？那不讲屁话吗？浪费钱呢、欸？天啊！我们买东西，320啊，这干嘛的？能量棒，买两个。两个，还有任务吗？没有了。可接受任务3，出发。好啦，结束了。哦，大概懂了。什么？我好棒，我很棒啊。啥？咦，这是什么？集装箱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像是某个狗物，被锁住了。打开，合成奶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东西实在太厉害了，然后怎么？哎呦！添加任务，执行，执行，执行，这是什么仓库？添加任务，这不够，那我换下一个任务。